梁家辉全家参加妹妹婚礼，没想到两个女儿如今居然长得这么美，女儿还各携男友出镜。网友：梁姐妹女儿口味大不同。昨天，梁家辉的女儿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张全家福，他们一家人集体参加了梁家辉妹妹在日本举行的婚礼。梁家辉带住妻子，两个女儿带住各自的男友，全部盛装出席。60岁的梁家辉站在妻子身后，依然帅气十足。妻子身穿黑色外套，搭配白色吊带裙，可以说是非常时尚了。众所周知，梁家辉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这次他们各自带住自己的男友现身，都很高大帅气。这张和姑姑在一起的照片，因为光线的问题，显得人的皮肤很黑。小编想说一句，这位摄影师的技术还有待提高呀，不过幸好他们的颜值都在线。咱们可以看到一位女儿的男朋友是外国人，另一位就是中国人了，他们在一起的画面十分温馨，两个女儿分别抱住两位小花童，全都是幸福的味道。也希望他们能早日结婚，拥有自己的爱情结晶。看到梁家辉和妻子江嘉年在一起的合照后，让很多人感叹，尽管当时有很多人不看好他们在一起，但现在江嘉年依然是梁家辉最爱的那个人。梁家辉是出了名的好丈夫，对糟糠妻子不离不弃。当年外界给江嘉年的评价是丑妻，但在梁家辉眼里，她是最美的。梁家辉表示，我见到她的第一面开始，就觉得她好美，从那一刻就喜欢上看了她，心就被迷住了。从那时开始，梁家辉就一直把妻子宠到现在。江嘉年是在梁家辉最贫穷的时候嫁给他的，当时他就相信梁家辉不会让他伤心的，所以那时梁家辉就发誓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辜负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。现在梁家辉的妹妹也结婚了，两个双胞胎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归宿，网友都开始羡慕他们这一家人了，真是太幸福了。他们的两个女儿从小就受爸妈的影响，以后一定会经营好自己的家庭的，你们认为呢？以上新闻是由新闻趣事报道看为你提供。